羚羊配夺金，全台欢呼，不少名人纷纷线上祝福。羽球国手戴资颖第一时间发文称赞男双太强了，李阳亲自回复小戴，还分享阿戴在我们四强出发前还特地帮我们加油，冬奥的时候还借我棉被，小戴真暖。王麒麟的女友石原也在下面留言，李阳我大哥辛苦了。体操国手李智凯也贴出与亲友在家中看比赛应援的动态，不过却也有一票网友直呼好险没看比赛。儿科急诊医师谢宗学在脸书发文，不看比赛是对的，认为自身是反指标，看比赛选手都会输球。小儿科医师杨维杰同样表示看重播一样很棒。发文一出，不少网友纷纷留言加一，还打趣的说谢谢医师相忍为国，还有人则说因为比赛太刺激，所以也不敢看。羚羊配奥运夺金，全台狂贺。Google 也有小彩蛋，只要搜寻王麒麟、李羊两人名字，就会有一面金牌缓缓上升。网友可以点击下方花束，刷出一片花海，为选手祝福。按赞次数目前突破1000万，可见两人拥有的超高人气。三立新闻江俊伟综合报道。